女人到了中年，有情有欲，难逃这几个表现。一，女人到了中年，会比以前更加注意自己的身姿和体态。年轻的时候，或许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但是到了中年，会更加严格地控制自己，追求完美。所以，很多女人到了中年，反倒比年轻的时候更加的有魅力，更吸引男人的眼球。二，女人到了中年，经历了岁月的洗礼，生活和工作的磨练，有了更深厚的阅历，看清很多人世间百态和世俗，更加懂得要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家庭和婚姻，以及更加懂得珍惜身边的朋友和伙伴。中年女人更重情义。三，女到中年也是虎狼年纪，这个时候她们都已婚多年，孩子也都有了一个或者两三个，但也因为婚姻生活就久而久之就会平淡无奇，失去一些激情，所以这个时候女人相比年轻已经失宠许多，就会感到孤独和寂寞，但内心更加渴望自己得了老公的疼爱和关心。四，女到中年对人对事也是更加的宽容仁厚，女人自己有了小孩之后都会不经意由内而外散发出母性的光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光环也越加的浓烈。